阿翔控制狂，耗子受不了，出国避难。自己在家生了三个孩子，你会觉得慢慢会跟阿翔脱节吗？你会这样觉得吗？坦白说，有一段时间会。凭良心讲，耗子那个时候带小孩这样休息一年去旅行，你会想要吗？比较不可能去。如果跟阿翔去玩一年，可能会累坏吧？他控制我24小时，一年。24小时，一年，我的妈！ 难怪耗子要去。神秘纽约，与您准时相约。